哎呀，这小花真漂亮！新买了一盆花，有红的，有黄的。哎呀，这曝光过度有点。这个名字，水培一点这个花，很漂亮。捡了一堆。插好了，看，这个也能在水里头开花生根。水里的，我把它拿出来，你看一下。水里能量够吗？看看这根。根是看见了。我拿出来看，看这根，能看着吗？这么玩的，好看吗？这么玩好吗？这样多好，又能看根，又能看花，又能看叶子。全是白胡子老头，一举好几得。漂亮吧？对，就是。看，这是土里的。还是土里的猛，我相信土里的营养多呀，对不对？看，这个是扦插的这一块，也开花了，很容易。就是在土里呗。嗯，也很容易。那到底是在土里好还是在水里好呢？都可以，看你个人喜好。看你是水命还是土命。我觉得我是水命。啊、嗯，那你喜欢在水里头？水里头好。好，哎，这里还有黄色的还没出来，看见了吗？对，三种颜色。颜色没问题，我今天还有另外一种颜色呢。对，三种颜色。对呀、啊，现在怎么只剩两种了呢？玫红，对呀、啊，它不知道哪天开什么。看看这个根，那我拿出来吧。那拿一下，看着根，白的，白胡子老头，你老头，看，有这些花，这个什么颜色不知道是吧？那不是三种颜色，有红的，看，啊，红的也出来了，这是扦插的，那你那现在是水培的，上面是这个，这个知道啊，这不用解释，这个知道，这个已经那个什么根已经出来了，对，这个也出来，这也容易，对，这个，看着小根能看着吗？对，放我手心上。你这个水是不是不同啊？有的人泡完以后发黑啊，又什么烂根、啊。那个，它就是伤口没晾干。那晾干以后才能泡。对。这晾干了以后泡完不又湿了吗？那是伤口。啊，伤口愈合以后再泡就，就没问题了。对，再看一眼根吧。根我是知道呀，根没什么好看，主要看花。哎呦我的天，这跟不上了这。看花，根也看，根好看吗？好看啊。那你讲根得了呗，要花干什么呢？抬杠是吧？这不抬杠还有什么好聊的？好、哦，没什么聊的。举累了。